好，所以我今天大概会分成四个部分跟各位说明。第一个是说，我们做新闻传播，也就不管我写一篇文章跟说一个故事办一个媒体，它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第二个是我们谈说一个新闻故事它的结构是什么。第三个我们怎么去写作，怎么去写作，然后第四个部分是怎么做文体的实验，除了文字以外我们可以做哪些的实验，哪些的实验。后面要不要把窗帘拉上，好，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可能这是今天我们两个小时要谈的一个核心的概念。首先可能同学必须理解，我们写作，写作跟传播其实都一样，它是作者跟读者的对话，然后目的是在分享一个故事、一个观点或一个知识，所以我们做传播的，不是自言自语，是我跟别人对话，那这个不一样。我自己自言自语那个写的东西跟我跟别人讲话写的东西不一样。那我的目的是在分享一个故事， 我看了像上礼拜我们谈很多感动的故事或一个观点或一个知识，像我今天上课其实也在分享，分享一些知识，分享一些知识，那我也会提出我的观点，那里边会举很多故事，那所以作者必须自问，也就是说我们做传播人必须自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要报道这个故事，那我到底想说什么，我希望目标是什么，我希望达成什么目标。也就是说我们以写作来说，我为什么写，我有什么话想说，以前有个广告叫我有话要说，那你到底有什么话要说，你想说什么，然后你的目标是什么，希望说了这些东西之后产生什么效果。第二个是说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写，是说你手头已经掌握多少讯息，这些讯息里边，有哪些是精彩的案例情节或引述句，就别人讲了一些发人深省的话，或者是很精彩的话，或哪些很精彩的情节，哪些代表性的案例。第三个是说为谁而写，你是写给谁看的，写给谁看的，那读者 对什么事情会感兴趣，那第四个是如何来写，那如何来写其实是最关键，各位可能记住这里这一句话，是说我们整个新闻报道跟写作，最重要的是说如何用读者感兴趣的内容跟他感兴趣的形式来传达我希望传达的讯息。也就是说我前面有很多话要说，然后我也有很多内容，我也知道我的对象是谁，但是我必须针对我的对象，然后看看我的对象对什么故事什么形式有兴趣，我用他感兴趣的故事和形式来传达我想要传达给他的讯息。那这样我知道各位现在听起来会很抽象，那我们今天两个小时其实就在谈这个概念，所以最后我们会再重述一遍，到时候我想大家就清楚了。好，那我先给各位开一个题，那我们接着就直接看案例。首先我要强调的是说新闻报道是一种对话，是一种对话，所以你必须让读者看得懂，如果读者看不懂，所有的传播效果等于零，也就是说你可能写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章，但是没有人看得懂，那它的传播效果是零，不信那各位来看这一段文字，请大家睁开你的眼睛来看这一段文字。我们念一下这段文字，利用报纸比杂志好，海边比街道更理想，首先跑步比走路为佳，可能你要试验好几次，这些步骤需要一些技巧，这些技巧很容易学会，即使是儿童也能胜任，一旦学会就没什么困难了。鸟类不大敢靠近它，然而雨水是它的致命伤，最好每个人都有很大的空间，因为太多人在一起就会产生问题，一块石头就能把它固定，如果东西松脱了它就一去无踪。你有没有哪一个字你看不懂？你通通都懂，但是你每一个字都懂，所以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好，这个东西就是我说的关键，是说这个作者显然他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但他忘了他在跟读者对话，因为他在跟读者对话，他没有告诉读者他到底在写什么，所以读者看不懂。所以请各位千万记住，你写一篇文章的时候，第一段导言一定要破题，告诉大家我这一篇文章在写什么，
然后同时每一段的第一句话也要破题，告诉大家我这一段在写什么。请各位看着这段文字，我只要破题加一句话，你看到你的世界会产生什么样的转变。这一句话可以是标题，也可以是导言，也可以是第一句，我就当作第一句。第一个，我下一个标题叫放风筝，同时我在内文第一句话里边加上放风筝的时候，只加这个字，放风筝的时候利用报纸比杂志好，海边比街道更理想，首先跑步比走路为佳，可能你要试验好几次，这一步骤需要一些技巧，这些技巧很容易学会，即使儿童也能胜任，一旦学会就没什么困难了，鸟类不大敢靠近它，然后雨水是它的致命伤，最好每个人都有很大空间，因为太多人在一起就会产生问题，一块石头就能把它估计的东西冲透，它就一去无踪。有没有不懂？有没有任何问题？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我告诉各位，我过去在报社当编辑，我经常看到这种文字，每一个字我都懂，但是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你们没有感觉是因为你们所看到的文章，每一篇文章都有标题，那个标题都已经告诉你那是什么事，所以你从来没有这个困扰过，没有这个困扰过。那所以我现在就告诉各位说，以后你写文章一定要导言破题，然后每一段的第一句话要破题，要破题。如果你不知道你到底能不能让人家看懂，很简单，你写完这个稿子拿给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请他帮你看。像我过去在报社当编辑的时候，我下完标题，我最喜欢拿给那个传稿的小弟小妹看，问小弟小妹我写这个标题是什么意思。他们刚开始都觉得我神经病，你自己不知道你写什么意思吧。那我不会问他说，你看了这一篇文章，你是不是觉得我在讲放风筝？那我只要这样一讲，他会一定说对。但是我现在就不跟他说，你觉得我写的这段文字，我到底在讲什么？然后他告诉我，他看不懂。那看不懂，我们不能笑他笨，要怪自己，我没有办法写的让读者看懂。也就是说，我们从事大众传播工作，或者是我们在做公民新闻，因为我们要让一般读者看懂。所以一定要让一般读者他毫无疑问很轻松的就接收这个讯息，不能让人家猜，也不能让人家查字典。这是我说的新闻报道，跟写作是一种对话，一种对话是要给读者看的。那如果我自己写日记这样写没有问题啊，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在写什么，但是给别人看的时候就有问题。好，这个部分大家了解。然后所以就写新闻稿的时候，那些字句都要非常就是比较简单吗？不一定多简单，但是最重要是，大众传播基本上假设读者受完国民基本教育，所以你必须假设一个国中毕业生不必查字典就看得懂。国中毕业生不必查字典就可以看懂，那如果他要查字典，那就太深了。对，了解。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进入第二个例子。这个例子是这样哈。很久很久以前，我还在报社当编辑的时候，当时发生一件事，台湾跟非洲有一个国家叫尼日，两国的外交出现问题，然后尼日一下跟我们断交，一下说跟我们复交，那到底现在是跟我们断交还是复交，搞不清楚。然后就在我们都搞不清楚的时候，外交部派了非洲司长杜林从台北搭飞机搭到巴黎，再从巴黎转飞机到尼日，然后要去了解我们两国的关系到底怎么样。结果那一天，我所工作的报社，然后我们的外交记者，一个菜鸟记者，就做了一个越洋电话采访。这个越洋电话采访现在没什么了不起，但那个时代还没有网络，所以在报社只要出现越洋电话专访，就代表这一则新闻很重要，而且越洋电话很贵的，很贵的，那所以他采访的讯息一定很重要，那他也写了一篇1000多字的长稿，我们来看他访问了多重要的讯息。他第一个问题问，请问非洲司长杜林是不是已经顺利出发前往尼日？他从台湾打越洋电话到巴黎去问，那个巴黎代表回答，是的，他们已经搭几点几分的飞机，然后飞到尼日，预定什么时候到达。那第二问题是，驻法代表是在这次尼日事件扮演什么角色？那驻法代表说，我们没扮演什么角色，就是他来，我们请他吃饭啊。那第三个问题，从巴黎到尼日首都尼亚美班机情况怎么样？他一个礼拜只有几班啊。那第四个问题，据说尼日外交部派了一个官员到巴黎，是不是有这个事？
他应该不会吧？啊，应该不会吧？我没听到这个事情哈、啊。第五个问题，杜司长啊，非洲司长杜林在巴黎的听力期间跟尼日外的联系情况怎么样？这个我不清楚哈、啊，这个我不清楚。好、啊，第六个问题，你难道没有听说最近有一些类似干扰双边关系的谣言出现吗？他这个我都不知道，我知道消息都是你们台北告诉我的。好，那第八个问题，外交部次长张孝炎是不是也在巴黎？他对他在这里为国家打拼啊。那第九问题，请问他在这里做什么哈？啊，他的事我不方便回答啊。那会有好消息带回来吗？我不知道，再说吧。好，那你透过这个岳阳电话专访，你就知道我们跟尼日的关系怎么样了吗？好，那这里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新闻报道作为跟读者对话，像我们刚说，你必须要确定是说你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啊？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们的人民关心我们跟尼日的关系怎么样？好，那再来是说我手头掌握多少讯息？其实在这里没有讯息。那为谁写？为读者写。那读者想知道的是我们跟尼日关系怎么样？结果我去写那个。巴黎到尼日的班机怎么样？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这整篇稿子后来，我基本上只留一句话，就是杜林哈已经从巴黎转机飞往尼日，就这样，因为都没有其他内容了。哦，所以请各位记住一句话哈，重要的你不是你手头掌握多少讯息，或你问了多少东西，而是你掌握到多少或问到多少对读者有意义的东西。这个记者问了这么久，他唯一告诉我们的是他花了报社很多电话费，然后他的讯息都没用，他的讯息登出来不但浪费报社的电话费，而且浪费读者的时间、哦、所以如果跟读者没有关系的，对他没有帮助的，你基本上不要写、哦、不要写、哦、所以请各位记住，这也是我们是跟读者对话，所以我有故事、有观点、有讯息要跟读者分享。那如果根本没有，那这个采访是失败的，那就不要写，啊，不要写，那反而浪费大家的时间。好，再来，第三个是说，永远记住你的对象是谁啊？这是2003年《联合报》影剧版的一则新闻。影剧版的这一则新闻，影剧版当然是给各位这么年轻的人看的。好，给这么年轻的人看，他第一个问题，请各位注意。还记得民国58年中视开播的第一部8点档连续剧《金晶》吗？各位同学，你还记得民国58年中视开播的第一部8点档连续剧《金晶》吗？谁记得举个手？对，谁记得？你马上可以上林立节目的。好，好，所以这里边你马上就发现。他诉求的对象是年轻人，年轻人民国58年根本还没出生，你问这些还没出生的民国58年的事情，你就要让他回忆上辈子的事啊，那这个是莫名其妙啊，这个、莫名其妙，所以这是我刚说的，你要搞清楚你的读者是谁。如果这一段文字是在《老人月刊》，我觉得是 OK 的，没有问题。对，《老人月刊》让他回忆民国58年。民国58年，我3岁，那时候我家还没有电视机的，啊，那更老的人是，也许那个时候他家刚买电视机。好，那这个东西让你知道你的对象是谁很重要。好，第四个案例，这个案例我是不是讲过？没有。好，这个案例是这样哈。好，没关系，因为那个网络上大家没看过。好，这个案例是2005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揭晓。好，那。报纸原先的标题是写两个得主，一个叫傲慢，一个叫谢林、哦、然后那个他写的是傲慢建立合作赛局，谢林洞悉冲突威力。好，那这个标题、哦、对我们来说距离我们很遥远、哦、那可能请各位还是记住，我们是跟读者对话，那跟读者对话要让读者觉得这一则新闻跟我们有关。好，那一个什么合作赛局冲突威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好，那你仔细去看内文的话，这个内文所写的是说，这个得奖者谢林，他洞悉冲突威力，那他就很研究很多国际冲突的案例，那其中最重要，他研究了什么案例？823炮战。所以我们有义务在标题或内文就把823炮战写进标题，
我们再看一遍傲慢建立合作赛局，谢林洞悉冲突威力，这个标题我们觉得跟我们无关，但如果我改一个标题，我们就会觉得跟我有关。你看啊，我的标题是研究八二战炮战，谢林荣获诺贝尔经济奖，那这个东西就觉得跟我有关。哎呦，这一则新闻我要看，但是这一则新闻我觉得我又不是学经济的，我干嘛看？好，所以等于说请各位记住这一点，是说我们是跟读者对话，所以要让读者看得懂，而且看到有意义的东西，而且是符合他年龄跟他需求的东西，而且要直接指出跟他有关的部分，啊，这个是新闻写作的核心概念，这样大家了解。好，第二部分哈，所以我们反正今天会反复看到这几个，为何而写，有何可写，为谁而写，如何来写。好，第二部分我们谈新闻叙事的结构，也就是说，好，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怎么写，但是我实际怎么写一篇文章啊？我实际如何写一篇文章？我们来看哈，第一个是说新闻构成的要素有哪些？我们在谈客观报道的时候谈到哈，就新闻报道强调五个 W 一个 H 或者是六合哈。简单的说，一则新闻稿一定要包括什么人、发生什么事、在什么时间，然后接着还要包括在什么地点、为什么发生、如何发生。这是我们要报道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得搞清楚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搞清楚是什么人发生什么事，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为何发生跟如何发生，我们就很难写一篇稿。但是即使我们知道了这五个 W 一个 H， 知道了这六合，我们也还得再进一步是说，去想我的文章的架构要怎么写。那谈到文章的架构，其实在以前可能客观报道我们有提过，是说传统新闻写作最典型的写作方式是所谓的倒宝塔写作或倒金字塔型写作。那这个写作基本上跟我们古老的传统不一样，我们古老是都是说故事，说故事的习惯是照时间顺序写，所以白雪公主怎么样，然后她有个后母怎么样，那 后母又问那个世界上谁最美丽，结果竟然是白雪公主，所以后母就要害她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后来她到森林里碰到七矮人，然后后来王子吻了她，从此过了幸福快乐日子啊。也就是我们传统说故事的方式是照时间顺序，但倒宝塔写作它不是照时间顺序，它是照重要顺序。我记得我在客观报道的时候有跟各位举过一个例子，是说倒宝塔写作它之所以出现啊，其实跟十九世纪有关，因为当时电报刚发明啊，当时电报刚发明，然后那时候很多记者啊写稿还是照时间顺序，可照时间顺序写就会出现问题。比如说电报刚发明，然后那时候跑采访战争新闻的时候用传统的说故事的方式写作，那个新闻的写作就会变成是这样，就今天早上八点我军从辅大校门口出发，我们九点走到那个什么新庄市公所，然后九点半到那个新海桥，然后我们左转上新海桥，就在这个时候，然后稿子突然间断了。那断为什么断了？有几个原因，一来可能战争期间电报中断，二来可能记者中弹啊。那所以到最后到底我们转上新海桥之后看到什么，发生什么事，通通不知道哦，通通不知道。那这种事发生过几次之后啊？慢慢的新闻界发展出一种新的写作文体，这种新的写作文体是说我就不照时间顺序了，我就照重要顺序啊，照重要顺序。所以我的写法会是第一段会是今天我军打了一场大胜仗，好，那这时候电报还没中断，我再写第二段，我军在新海桥痛宰敌军三万名，我军只死伤一百名啊，那电报还没有中断，再写第三段，这是阿孝领军以来我军最大的胜利。好，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新闻在哪一个地方中断都没有问题，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最关键的讯息，这倒把它写作最早的由来。但是现在电报已经不会中断啊，然后也没有战争，那为什么还要倒把它写作？主要关键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我念学生时代，最重要的媒体都是报纸，而报纸的容量是有限的。我过去是报纸的编辑啊，像我以前编报纸的时候，一个版的容量是8500个字，现在中国时报一个版只剩3700字，是字体放大，空白加大啊。然后那个我一个版容量8500个字的时候，我曾经一晚上来19850个字，
而且我处理一则新闻平均时间不到那个3分45秒、哦、那我曾经5分钟来7500个字，那我根本没有时间看完，那没有时间看完、哦、的情况之下、哦、尤其稿版面又爆满，我必须快速的删稿，那我删稿我不可能第一段删10个字，第二段删20个字，第三段删8个字，我根本没有时间，那这个时候道巴拉写作对我非常有用，稿子太多我闭着眼睛最后一段砍掉，还不够再砍一段，还不够再砍一段，甚至到最后砍到圣导员都可以，这是道巴拉写作它方便编辑的作业流程。但是以现在来说，当我们进入到网络时代，网络的容量是无限的，你一则新闻稿就算写100万字也没人管你、也那个容量也都 OK。当然网络是没有物理容量的限制，但是它有心理容量的限制，你的确稿子可以写100万字，但是大家读了300字就睡着了、所以现在你还是必须写出有意义的东西、有意义的东西。所以不管怎么样，是说这个道巴拉写作在过去传统新闻学里边它是重要的，但是到了网络时代它 不再那么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也许我们可以跳开道巴拉写作，重新去思考我们在网络时代可以怎么写作。那网络时代可以怎么写作、啊、这里比较重要的是说我们回到新闻写作的一个基本结构，这是一个荷兰语言学者叫 Van Dijk， 他分析了几千篇报纸的新闻稿，然后最后做出这一个结构图，这个结构图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读的，也就是说他分析报纸这些新闻稿，认为所有的新闻都包括摘要跟故事两个部分，而摘要又包括标题跟导言两个部分，故事又包括事件的始末 跟对事件的评析这两个部分，那事件始末又包括重要的情节和背景，那情节又包括主要事件跟结果，背景又包括情境环境跟历史，那评析包括口语的反应以及结论，结论又包括等于对这篇文章的期盼或评价。也就是说这是荷兰语言学者去分析新闻报道的基本的架构，那这个架构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最有意义的是第三排，也就是说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它其实包括标题、导言、事件始末跟各方反应。各位记得我上礼拜在谈公民新闻的时候，我提到公民新闻文体可以自由，但是必须有标题跟导言。那因为为什么要有标题跟导言，是说你后面的确可以用事件始末，其实就故事题嘛，然后再加上各方反应，那你可以说故事，但是问题是说故事太长，我只看到你的导言，从前有个白雪公主，我哪知道她是谁、所以你一定要有个标题跟导言，让我知道这是一件什么事。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你要告诉我这是放风筝，我才觉得这一则新闻到底要看，所以我们要有标题跟导演，然后底下就可以自由、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今天要跟各位提是说我们有几种写作的方式，我基本上只列两种，一种是故事题的写作。故事题的写作是说我在讲一件事的时候，我要有标题有导言，那导言里边包括破题告诉大家这是一件什么事、然后另外说明我们这一件事、里边等于最具特色的部分是什么、最具特色的部分是什么。我中午、中午跟你们学长姐改生命的稿子，然后有个学长姐她写的新闻稿是介绍有一个叫肯爱协会、介绍肯爱协会，然后他们是在照顾一些、移民之子，就新台湾之子、也就是说、移民新娘 的孩子，然后她就介绍这个移民，第一个他介绍有一个移民新娘的孩子怎么样，然后第二个又介绍这个协会、这个肯爱协会是什么背景、什么背景，那第三个又介绍、有一个肯爱协会的志工，这个老师是什么人，然后第四个又介绍什么，然后我就发现他写的拉里拉扎拉里拉扎，然后看不到重点，然后里边我会发现就是新移民之子，然后等于课业不好，那需要有人帮忙，那这个我本来就知道，那肯爱协会在帮忙，这我也知道，这里都没什么特色，但是有一个特色是什么？里边帮忙的一个老师，他自己是谁？他自己就是新移民之子，就是他的妈妈就是泰国来的。然后他说，小时候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天不怕地不怕，然后很辛苦的工作，但是唯一怕的就是自己没有
办法教自己的孩子念书，所以他的妈妈哈是苦读哈，自己去学中文，然后有一天半夜起来，他发现啊，他的妈妈正在抄报纸，就是抄报纸，然后去学识字，然后他就哭了，他就发誓自己有一天一定要把那个成绩弄好，然后学好作文，而且有一天他一定要去当老师，然后教很多移民新娘的孩子哈，移民新娘跟他的孩子，然后怎么识字。好，那这个故事是最大的特色，所以如果我后来就建议你们学长姐，就是说那一篇稿子，导言一定要写这个老师，一定要写这个老师哦，也就是说这是我这一篇文章的特点哦。特点是说有一个这个老师他自己了解移民新娘哈，就是他的妈妈的辛苦，然后也因为这样他会去照顾更多移民新娘的孩子，然后另外导览就是告诉大家我这篇文章里边大概有什么内容啊，有什么内容，有时候可能还要交代一下背景啊，要交代一下背景，那背景有时候导言可能前面也许这样就可以，那有时候可能要交代，然后之后才按事件始末。事件始末，那事件始末你其实又可以去分第一阶段怎么样，第二阶段怎么样，第三阶段怎么样，第四阶段怎么样啊？那比如说我们通常在叙述哈，我们会叙述在生命力，我们会叙述有一些残障者奋斗的故事啊，残障者奋斗故事，比如说今天你们学长姐写到一个故事，是有一个台中有一个妈妈啊，有一个妈妈，然后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把自己的独子抚养长大，那独子结婚了。然后小两口又过得很快乐，结果这时候他大概心满意足，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独子意外过世，然后没有孙子，然后他就觉得人生全毁，所以有一两年的时间他完全困在家里，他不肯走出来，因为他不知道走出来干什么啊，走出来干什么。好，那这是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是说他的朋友他的邻居就开始不断的劝慰他啊，不断的劝慰他，鼓励他走出来啊，鼓励他走出来啊，鼓励他走出来，然后他才终于慢慢的重新跟人群接触，然后慢慢觉得是说悲痛是没有办法过一辈子的啊，没有办法过一辈子的，所以他走出来之后，他就慢慢就想说，那我能够哈。我不能这样下去啊，那我一定要做点事啊，而且我要做点事来纪念我的儿子啊，纪念我的儿子。好，那这是第二阶段，他终于走出来啊，终于走出来。那第三阶段怎么纪念我的儿子？因为他儿子过世，那他觉得能够给他的安慰是看到更多的小孩，他很喜欢小孩啊，每一个小孩大概都像他的孩子，而且他跟小孩互动的时候，就可以把他的母爱付给这些小孩。所以他后来在台中组了一个协会，这个协会啊是专门为小学生做课业辅导，哦，那也就是说社区很多家长太忙，没有时间照顾小孩，那小孩下课的时候四处乱跑，然后有一些小孩甚至学坏，那他就自己跟一些找一些退休或半退休的老人，那反正大家没事啊，就找这些小孩来帮这些小孩做课业辅导，然后跟他们互动。跟他们互动，那后来他发展成一个协会，他就变成这个协会的创办人啊。然后后来除了这些老人帮忙以外啊，还有一些大学生参与，然后他现在变成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业。好，那我现在在讲的是一个故事，但是一个故事我谈他一生的故事，其实也是一个始末。那像同学刚说要去参与观察那个517的游行，那游行你基本上也可以分第一阶段，比如说是集结的阶段，第二阶段开始游行啊，那第三阶段可能抵达目的地，然后举行那个大会师，然后第四阶段发表声明或记者会啊，那或者是说第一阶段怎么样，那第二阶段发生冲突，那第三阶段又有第二波冲突，那第四阶段那个警方开始抓人，然后第五阶段就开记者会怎么样，就是说你们把这些阶段分出来，这样条理会比较清楚，然后之后才是各方反应。比如说台中这个妈妈，当然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妈妈太伟大啊，然后那这个妈妈也会期许说希望更多人来帮助这些小孩子，而且她觉得哈，让老人来帮小孩做客服哈，是让小孩子不会学坏，而且老人也有地方去，不然我老人也不知道要干嘛，而且我一生学了这么多知识哈，也都没用啊，也都没用。好，那这个是故事体，这样同学大概了解。那跟故事体类似的哈，其实我觉得可以用的哈，是这个哈，
跟故事体类似的是这个多项式的报道啊，多项式报道其实也是一样啊，也就标题、导言，然后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那每一项的时候，请各位注意，每一项都要有一个摘要。这个摘要就像我刚提到那个，就是放风筝三个字，那我就知道这一段是讲放风筝，然后再来举例啊，是说有什么具体的案例。那这个案例可以是某一段情节，比如说我刚提到这个老人家哈。我还是用刚刚那个老人家的故事啊，老人家的故事。我第一项要谈的是说他遭遇伤痛，第二段是说走出阴影，然后第三段就开始就是回馈社会，然后第四阶段就是发展壮大。好，那我在谈他那个遭遇伤痛的时候，我就说他儿子伤痛，然后我去交代那个情节背景。啊，然后另外我甚至引述他一句话，他就说那个儿子都已经过世了，那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意义啊？好，但是等到后面我又引他别的话，他就已经开始改变。所以我们基本上是用这样去叙述。那这样一个架构哈，它可以是一个时间顺序的事情啊，时间顺序的事情，它也可以是哈叙描述一件事啊，描述一件事。比如说我跟各位谈什么是公民新闻。我觉得公民新闻应该从它的主题、它的材料、它的语言三个面向来了解，那就主题、材料、语言三个面向来了解。啊，那它也可以是角度啊，比如说我们看这件事哈，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是这样，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是这样，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啊，然后它也可以是论辩。比如说，针对辅大要不要把那个棒垒球场、啊、改建成那个医院哈、啊，辅大的附设医院哈、啊。那学校刚开始是主张这样，但是后来教职员、学生跟校友都反对，都反对。好、啊，那就是原来的主张，然后教职员、学生都反对，然后后来学校也接受，是说棒垒球场现在维持住不改建啊。当然，另外我们跟那个总修院哈。啊换地我们用别的地方等于以后的附设医院要改到前面那个什么三重客运的那个地方去盖医院。好，那这是我听到的消息，我还不确定是不是这样，但你可以发现是说这种一二三四项的东西它可以适用在很多地方，这样大家了解。那时序跟叙事啊，时序基本上是照时间顺序，就白雪公主的事情 发展有四个阶段。第一个就是白雪公主天真无邪的童年，第二个是他的后母开始嫉妒他，然后下毒，然后第三个就是他到森林里、啊、碰到七矮人，然后第四个阶段是那个王子出现了、啊、大概是照时间顺序。那叙述一件事，就像我刚说，我现在来跟各位说明什么是公民新闻、啊、那公民新闻主题应该是什么，材料应该是什么，语言应该怎么样，了解、啊、因为这个是我自己想的，所以可能很多东西想的还不够周延，同学有问题可以再问。好，那这个架构我们实际来看报道可以怎么看啊？首先我们上礼拜因为是 Global Voice， 我就举一个 Global Voice 的例子。 Global Voice 在台湾2008年总统大选结束的时候，他做了这一篇报道，这篇报道是汇整台湾网络上大家怎么讨论2008总统大选的结果啊，所以他有一个导言，有一个标题啊，标题是总统大选后部落客的声音，你就知道他这篇文章是要告诉我部落客怎么看总统大选的结果。然后接着第一段就告诉我总统大选是马英九大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那接着他分成三个主题，第一项是这一次的结果对台湾民主政治的影响是什么，第二项这一次的结果对台湾政党政治的影响是什么，第三项对与中国的关系影响是什么，以及其他。好，那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就多项式的结构，一二三四项，然后每一项底下它再去引述一些例子、啊、引述一些例子，所以它这样就可以完成一个报道，这样大家了解。那假如说多角度 的报道的话，他们彼此之间可以有论辩的存在？有，像我刚提到的正反合就是这样，正反合是等于说整篇文章是一个论辩，就是说辅大要不要把棒垒球场当作附设医院的院子，那这是一个论辩。但是当然也可以、啊、是说我是多重论辩，比如说
我用 Global Voice 这个架构，是说台湾总统大选的结果对民主是好是坏，认为是好的说什么，是坏的说什么，对政党政治的影响是好是坏，然后好的说什么，坏的说什么，对与中国关系的影响是有帮助还是会变得更坏，然后好的说什么，不好的说什么，了解。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把不同一个世界不同角度去切入，那同样不同的角度我们做呈现的话，那这些角度本身之间他们不是就会有一种对立跟互相论证的一个关系吗？对，没有错。那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大家整理这些不同观点，因为我们这篇文章不是告诉大家唯一的标准答案，而是告诉大家有这些观点，而且这些观点太杂了，因为你可以想见总统大选结果可能有几千篇几万篇文章，但是我告诉大家那么几千篇几篇文章归纳起来其实就是这几种观点。好，那这个报道哈，除了这个之外，其实不止新闻报道可以这样哈，我们来看一段影片，这一段影片你也发现可以用这个架构来叙述社工跟街友合作做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的背景是那个联合报报道说街友一天举牌只有300块，然后街友实际上是800块，所以我上次有跟各位提到这个例子。我们来看这一篇报道它是怎么做的。大家好，欢迎收看漂泊新闻网，我是主播郭盈静。首先为您带来一则冲击街友生计的新闻。日前某大报刊载了街友平时最赖以为生的工作，举招牌、摇白浪的工资一天只需要付给300元即可。此则新闻一出，引起许多街友的愤怒与担忧，因为大部分的街友都靠这份工作赚取微薄的生活经费。所以接下来的新闻就是漂泊新闻网希望透过实际采访了解街友同事举牌工作的实际情形和待遇。以下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则新闻。请注意，刚刚是导演。天刚亮的台北街头出现了一群人，静静坐在未开店的骑楼下等待。不一会一辆派报车来载大家上车，这是第一阶段说明派报公司的总部，说明他们的工作概况。这就是街友们目前最常做的临时工作，在街头拿牌子。大伙先要聚集在公司附近广场，经过干部上工前细心的叮咛和提醒后，大伙纷纷穿上指定的背心，在依序签到完毕后，大家七手八脚的忙着把将要在街头举的牌子一一摆上货车，然后大伙就上车，准备再往各指定的路口开始一天8小时的举牌子工作了。对于这份工作，报纸所写一天只需300元工资的新闻，大家还是多有怨言，毕竟是靠风吹日晒所赚得的辛苦钱。更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说法。我跟你讲，我先跟我别讲，这就进入第二阶段，街友开始表达他们的看法，而且说明他们工作的辛苦。街友们大都上了年纪，但仍谨守工作规定，连中午吃饭时间都必须尽快完成，以免耽误了下午的上工时间。伊个乌白写啊，哎吼，一般阮咧逐间哦，一工拢八百吼。啊，伊讲迄个介绍人一个抽50，迄拢无影。高举大大的牌子，确实是非常吃力，尤其是遇到强风吹来时，往往都很难拿稳。但是为了生活和工作，街友们还是想尽办法，用上全身气力，把牌子顶立在强劲的风中。看到街友们那么辛苦地在街头举招牌，实在让人不舍。但是领到的钱真的如报纸所讲的只有300元吗？我们现在就连线到街友领薪水的现场，请记者徐永和为我们报道。永和，永和，你在线上吗？刘龙的先生表白新闻网记者高英龙，即马伫现场，咱这个创世基金会平安站，而且要来访问咱这基友，对于这个报告报告所写三三百块，有啥物看法？啊，他
好，啊，我请问你，你拄啊领钱领偌济？两千二。两千二啦。做三工，爱我借借三百块，扣三百块了。哦，啊，算一工就八百块。啊，伊这报纸咧写讲啦，一工三百这样呢。我没事啦，没剥夺我们的权益嘛。好，部分机友们会在平安镇的协助下，定期与派报公司领取工作所得薪资。然后这个是1600的，两天嘛，一天8块，啊，这1600的。派报公司主管亲自前来发放工资，也减少被抽头的疑虑了。因为假如说以我们现在目前所接受到的就是讯息来讲，就是1800块，不只是联合，包括其他家派报业者也都是几乎是800块这样一个工资。对于媒体的报道，平安站站长不免担心的说：“假如说是。”要刚投入的那个一些派报社的话，他们会觉得，哎，可能游民朋友们就是这样一个薪资，那未来可能就给他们这样薪资，其实相对是剥削了这群人的工作的权益。夜深了，街友在一整天的街头举牌后，带着一身疲惫，搭上公车，准备回到自己休息的地方，挥挥手，在繁华街灯中说再见。以上是漂泊新闻网综合报道。好在这则新闻并未对街友的工作造成影响和冲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主播郭盈静，漂泊新闻网，我们下次再见。好，这是典型的公民新闻，而且是最公民的、最弱势的公民，皆有自己自播的新闻。好，那我们看这一则新闻的架构哈，你看它是不是一个导言哈，说明这是一件什么事以及背景，就是那个报纸的报道。然后第二个，它说明那个工作哈，集合分发。那第三个，它去说明他辛苦哈。然后同时他多敬业，然后风吹日晒啊。那同时这里已经开始穿插一些街友的访谈。那第三个阶段就专门谈薪资，他基本上访问街友，也访问发钱的人，也访问那个平安站的站长啊。然后第四个部分他去收尾啊，收尾。所以他一方面是照议题的项目，另一方面他也试着照时间的顺序，是他们集合，然后到最后是回家啊，回家啊。那所以。它中间也许在技术上，也许中间可以比较明显的区隔，但不管怎么样，它大致有照这个顺序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同样的东西，我们是可以用文字报道，也可以用影片，两个其实是一样的啊，两个其实是一样的。好，那再来哈，这个我这个讲完我们就下课哈。再来，现在到了网络时代啊，我们除了刚刚这个导言加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以外啊，现在在网络里边。包括像我们刚看到 Global Voice 的报道，或者其他的报道，我们其实哈中间都会加很多超连结，所以这个架构就更复杂。一方面哈是说，它每一段相互呼应，而且要跟导言呼应；另一方面，每一段本身都是连结出去文章的导言，因为你点超连结出去会另一篇文章。那比如说。刚 Global Voice 那个去摘要一些文章的要点，它其实是要点在这里，点了之后去看全文，所以它也是导演、哦、那比如说我前一阵子写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的主题就是部落串联来争取食品安全，因为大陆的那个毒奶粉事件发生的时候，那部落客他们采取的行动，我把它归纳成三种行动。第一种行动是一些独派的部落客要求停止进口中国的食品。第二种行动是那个有人主张这跟中国没有完全必然的关系，反而是跨国食品集团的东西有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少碰跨国集团的咖啡啊。那第三种哈是不管是谁哈，比较重要是要求企业界拿出良心啊，所以要求公民监督哦，监督食品安全，要求企业界，要求政府来改善。好，那这篇文章里边哈，里边讲的都是这些，而在这篇文章里边。每一个地方都有超连结、啊、都有超连结。那连结出去你看到的架构其实就是我刚说的架构，也就是这不是这每一篇文章，就是说我原文里边所写的东西其实也是这边的导言、啊、这边的导言。所以我们现在结构已经慢慢变成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等于说在写文章，一方面要考虑前后的呼应，另外一方面要考虑左右的呼应，大家了解
好，我们先谈到这里啊，那我们先下课啊，我们先下课，那我们就休息一下，等一下钟声一响，我们就马上开始，因为那个进度有点落后，我们等一下钟声一响就开工，好。